同时，今年十一月在台湾也会举办呢 U21的比赛。一垒跑的走了 ，safe， 盗垒成功。啊，两出局之后上一垒之后，现在倒上了得点圈呢。这个球是一个单纯的盗垒啊，他头也没回的就直接往二垒跑。嗯，这个时间抓得很好。对，要用一些盗垒的战术来干扰投手的节奏。